지진 벌 저도 님이 저 오늘 모름 진벌가 되었다 바 그렇다는 건 산도 싫음을 돈 받을 지잔라 기셔 살 마가 성김 치는 년아 저를 건도 좀 벌 모름 남들 저 주비 저런 전에 전자 자 마미 잘라 기셔 살 외도 화 이제 조선 친 다자 파부 상 수신의 보디신 那么 今天我们继续 学习 如不在行论 如不在行论 当中现在学习，第一篇里面的宣讲，速生的功德啊，就特殊功德。那么这里已经讲了法性的本体、法性的分类，法性的功德啊，就分几个方面来进行宣说。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法性的差别，就法性的差别。那么法性的差别呢？ 今天，在宋子当中这样说的：“如人尽了者，于心真性别；如是智者者，二心次第别。”昨天我们已经学习了，什么叫做缘菩提心？什么叫做性菩提心？这个非常关键，大家必须要搞清楚。什么叫做缘菩提心呢？我们昨天也说了，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要。 这个以大悲心来愿众生，就是这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以智慧来愿众生获得福果啊，就是必须要具足这两种条件。具足这两种条件的前提下，然后我们要发愿，我从现在开始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就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愿菩提心。愿菩提心呢，仅仅是在心里面就是发愿啊，就是。 这样的一种发愿，什么叫做性菩提心呢？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发愿的基础上，我一定要去做啊，就是去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仅仅是一种发愿，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是不离开它的流动反性，这叫做是性菩提心。那么这两个之间的具体的差别，具体的差别呢，在这里面已经就是讲了。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呢，人们都应该了解，有一种呢就是叫这个于心，有另一种呢就是叫这个真正的这个住心啊，有两种。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的话，我从这里到印度金刚坐，或者我从这里到拉萨去。那么拉萨去的话呢？ 实际上，首先我必须有一种发愿，我要想去，还没有这个启程的时候呢，我有一种发愿，这个就叫做是相当于缘菩提心啊。因为缘菩提心呢，我要度化众生，心里面已经立了坚定的誓言，但实际行动当中呢，还没有进行这个操作。然后我这里呢，就真正已经启程了，就前往印度金刚住的话呢，那么我。 这个路费啊，还有那个，就自己的心理啊、衣服啊，就是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以后呢，就是正在这个启程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是真心啊，就真实的前往哪里。那么真实的前往哪里的这个意义呢？就像我们，不单是要发愿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正在度化。 那时候的这个心啊，就是有些论词呢认为是在那个时候的这种行为，比如说我要发布施的话，首先我向这个发愿，发愿完了以后，我正在布施的那个行为就叫做性菩提心。所以我们这里呢，应该所谓的菩提心呢，就是在这个心上面来安立的，因此呢，仅仅是它的行为是不是原性菩提心呢？我们应该说是不是这个性菩提心。 那么也就是说，我刚才前往这个印度的这个路途当中呢，我当时的这个前往的这个刚开始的发愿呢，我不能涉及的。如果刚开始的这个发愿如果涉及的话呢，很有可能中间已经就停止了，或者是返回来了，有这个可能。所以说呢，以前全职萨迦派的那个个人吧，他也是说过，我们在新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
就前往不能离开原菩提心。一旦离开原菩提心的话呢，很有可能这个新菩提心呢不能这个成功。因此，新菩提心的这种心态呢，一定要在原菩提心的基础上进行这个，就是原菩提心的基础上进行。所以在这里呢，应该知道，刚才那个一种是这个于心，一种是真正心。通过这两种比喻来，具有智慧的人对菩提心的目的啊，对菩提心的这种本体啊、分啊这方面完全精通的，具有智慧的人呢，就完全了解什么叫做性菩提心，什么叫做愿菩提心，而且他们的次第是怎么样，他们的次第之间的差别呢，完全会明悟的。因为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愿菩提心的基础，如果没有愿菩提心的基础的话呢，那就根本就没办法这个性菩提心了。所以呢，这两个都一定要按在一个这个心态上。当然，在这个印度和藏地的高僧大德们呢，所谓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菩提心的这个心态呢，也有各种这个观点。像以前印度的揭陀部论师啊、四字贤论师呢，就是认为是菩提心的这种心态呢，实际上一种心网啊，就是一种心网。还有以前印度的这个释迦论师啊，就是释迦论师的菩萨地论里面，说是一种这个欲求啊，就是欲求的话呢，认为是这个菩提心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心说啊，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心说。所谓的这个菩提心呢，实际上是也是一种这个思维啊，就是因此也包括在这个心所当中啊，心所当中。藏地的五个光尊者呢？就认为是这个只要是产生这种菩提心的话呢，实际上是它是心网，心网有的时候心所呢自然而然会来的，就像太阳有的时候呢，这个它的光芒呢就是自然而然会出现一样。关于这个菩提心呢到底是心还是心所的问题上呢，也有一些高僧大德们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说法不同啊，就是不同的这个说法。不管是他是心也好，心所也好，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呢，必须要明确，明确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发这个愿，过一段时间我们要真正的这个修持这种菩萨戒。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大家心中呢也应该有个准备，什么叫做是愿菩提心，什么叫做性菩提心。当然你从表面上看到好像这两个很容易就是搞懂，就是一个是想度化众生，一个是真正度化众生过程当中的这种心态啊，就是所以表面上看呢好分析，但实际上呢，他们的作用啊，他们的功德啊，他们的这个仪轨啊，他们的戒体啊，这些方面的分类呢，应该比较难懂。所以呢，我们这次学习《如菩萨心论》的这些所有的说化众生，所有的这些佛友呢，应该称为是大乘佛子。如果是大乘佛子的话呢，我们的相续当中应该修了这个菩萨戒啊，就是如果修了菩萨戒的话呢，菩萨戒的这个学处啊，就这些呢，希望大家也应该搞清楚。比如说这个尼根遮面前呢，在宝积经当中已经宣说了这个18条或者是20条这个菩萨的学处。如果中根遮面前呢，就像学记论里面所讲的那样，已经讲了这个4条啊，就是4条戒律。然后敦根遮面前呢，就是道王经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只有1条，也就是说是不涉及原菩提心，不涉及原菩提心。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最起码也是有一个基本的这种这个誓言，就是发什么样的誓言呢？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危缘呢，我以后这个菩提心不能是个涉及啊。如果菩提心涉及的话呢，当然我们下面还要讲它的这个过失，就是过失也相当大的。因为这个菩提心呢，一方面确实是这个依靠它功德也相当大的，就是这几天我们前后都已经讲了很多的道理。但是呢，翻过来说是，如果我们这个不想这个度化众生，我现在把摄其原菩提心，摄其心菩提心，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过失呢也是相当大的。就是所以说，尤其是这个摄菩提心的这种过失啊，就是在般若色颂当中呢讲的比较广的。因此我们呢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习。当然我们这些菩提心的分量啊、本体啊这方面的话，有些在家人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一些佛教的这个正统教育啊，这样人的话呢恐怕是有点难懂
一方面比较难懂，一方面呢不一定有信心，因为现在很多人呢特别喜欢讲一些比较这个浅显易懂的，或者是讲一点故事啊，或者讲一点你的这个家庭、工作啊、结婚呐、离婚呐、什么什么，这样讲的话，大家人很喜欢听。但我想呢，我们这次如菩萨行论呢，就是不是这个学实践法的，实践的这种名词啊、概念呢、啊，实践的各种行为的话呢，我相信在家人，尤其是在这个外面大城市里面的人呢，就比较精通，就是没有必要，就是有出家人来宣讲。我们这个需要的是什么呢？一定要就是大乘佛法的这个各种教义啊，就是各种修法、各种观想功德这方面呢。很多人比较兴趣，所以呢，很多这个佛友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些这个名词啊，或者是有些道理的话呢，恐怕是有点点就是难懂。但希望呢，大家不要这个舍弃信心啊，就不要这个放弃信心，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着法本。那么就刚才那个宋慈就大概的做了一个介绍。我们下面呢，就是论点当中是这样讲的：就想要去往某一地啊，就是某地一样，为了他离而想获得菩提的意乐，即是愿菩提心。什么叫做是愿菩提心呢？就是我要想前往这个印度，或者前往什么这个拉萨那样。这个时候的这种心态那样，就是我要想度化众生、利益众生这样的一种发愿呢，就是叫圆菩提心。这个我们再三再四的已经讲过了，大家一定要这是就是记在心间。如同正式启程前往该地一般，他生能获得佛果的正道，并且渴望修此次道，即是信菩提心，就是这叫做信菩提心。那么信菩提心呢，就像我刚才正在这个启程一样的，就正在启程一样。那么也就是说，我现在呢，就是以这个布施啊、持戒啊、安忍啊、禅定啊、精进，智慧波罗蜜多啊，以六度四摄的这种大乘的三巧方便方法来进行，就是度化众生。进行度化众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心态啊，这个就叫做是信菩提心啊，就是这个叫做是信菩提心。希望承办自他二理的智者通过了知这两种比喻的差别，同时就会明白原型菩提、原型两种菩提心的意义的不同顺序。就所以具有智慧的人呢，就是才会懂到的。就没有智慧的话，恐怕这个圆菩提心、信菩提心口头上说得来，但实际上呢，就不一定就是完全都明白。因此，我们这个圆菩提心和信菩提心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本体啊，就是梵体上面是不同的。就我们可以这样来这个理解。以前那个宗喀巴大师啊，就是加次居啊，很多的这种论师呢，也认为是这个一个本体就是不同这个梵体。那么这样的话啊，比如说我们菩萨戒，有时候说是菩萨戒，有时候说呢就是菩提心啊，就是有时候说菩提心，有时候说呢就是舍策三法戒啊，禁止恶行戒，饶以有情戒，有三种这个戒律。那么这些是到底是怎么样分的呢？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样，一个本体不同的这个层面，不同的梵体，就像是一个如意宝呢，它有能遣除黑暗，有能这个遣除这个治就别人的疾病，同时呢，就是它能赐给一切所欲啊，就是给人们一切所欲。虽然是一个如意宝，但它有不同的这个作用。同样的道理，我们修持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呢，心持一切善法，所以呢，当时也可以叫做摄受善法界。然后我们在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呢，是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也是它是饶以有情界。让我们心持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禁止自己的身口意的恶行，所以叫做是禁止恶行戒。这样呢，就是用不同的梵体当中，我们对这个菩提心呢，就是也应该这样了解。当然，我们在这个印度也好，或者是藏地也好，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菩提心呢，在什么阶段当中是有的？到底这个圆菩提心和心菩提心在凡夫阶段呢，还是甚至这个阶段当中是在新的相续里面存在呢？这一点也是有些论师的说法有点这个不相通的。比如说以前这个印度的自助论师啊，就是智慧的自，就是自助论师。那么自助论师的话呢，他认为这个圆菩提心呢，应该在这个资粮道和这个加兴道的时候啊，就是圆菩提心道。
原菩提心是增量道和价性道，然后新菩提心呢，从一地菩萨开始，就是存在，就是有这样的说法。然后以前也是印度的大轮寺，就是无尾轮寺啊，就是无尾轮寺，还有呢就是智成轮寺啊，就是智成轮寺，他们认为呢，所谓的这个原菩提心呢，在资粮道，原菩提心在资粮道，然后新菩提心呢，从加性道到佛底之间啊，就是加性道到佛底之间，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然后印度比较出名的这个轮次，就是《如菩萨行论》的讲义当中有一个叫做是波波轮次的讲义，波波轮次的讲义啊，还有这个宝愿轮次，就是珍宝的宝，就是这个来源的愿，宝愿轮次啊，海运轮次啊，他们认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原菩提心呢，实际上是不依靠依轨而获得的一种戒。所谓的新菩提心呢，依靠依轨而获得的一种戒律，他们是这样认为的。还有以前的这个回愿轮次啊，就是我们就经常说是如菩萨行论的大树啊，就是在印度非常出名的。因此我们学习如菩萨行论的时候，一般来讲印度的八大讲义当中呢，回愿轮次的讲义是为主，人们都称为是叫做是这个如菩萨行论大树。那么他认为这个所谓的愿菩提心呢，以菩萨心为来没有摄持，就叫做是愿菩提心。以菩萨心为来摄持的话呢，那么这个叫做是信菩提心。藏地的萨迦派的荣顿班大师呢，也这样这个称序的。然后阿底峡尊者呢，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愿菩提心呢，我们这个发愿得过，就是我要想获得佛果，就是从愿过方面的发心呢，叫做是愿菩提心；愿因方面的这个发心呢，就是叫做是信菩提心啊，就是叫做这个信菩提心，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当然，这一个观点跟这个无垢光存在的观点呢，也基本上是这个相同的啊，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藏地也好，或者说印度也好，很多论师呢，就是对这个愿菩提心和信菩提心的观点呢，有所不同啊，就是观点有所不同。刚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印藏大德们对这个愿菩提心和信菩提心呢，就有不同的这个概念。我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应该思维一下，看看这个到底是所谓的这个愿菩提心和信菩提心呢，是不是刚才有些论师所说的那样。但我们一般来认为这个所谓的深意菩提心呢，的确是在这个第一地菩萨以上才这个获得的。然后现在按照这个无垢光尊者也好，智慧光尊者以及准噶巴大师，很多的藏传佛教的大论师们呢，认为是所谓的这个新菩提心呢，可以分为这个世俗菩提心呢，分为原菩提心和新菩提心。那么新菩提心呢，在我们凡夫的这个行为当中呢，应该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发这个菩提心，发这个菩提心呢，我首先发这种誓言。我今天早上如果开始的话呢，我今天早上发誓言，然后我今天中午呢，就是开始尽量的帮助众生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信菩提心。因此呢，在我们凡夫为的时候，应该是具足愿菩提心，有愿足这个就具足信菩提心啊，这两种菩提心呢，就是必定会是具足的，应该这样来了解。下面我们讲这个功德的方面的差别，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愿菩提心和信菩提心的共同的功德就是宣说的，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他们的特殊的，也就是说这分别的功德呢在这边这个宣说的。首先我们讲一下愿菩提心的功德。愿心欲生是随身广大果，由不入信心相续增福德。他这个下面讲义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愿菩提心在我们生出生死轮回中间，可以产生广大的果报。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愿菩提心呢，是这个获得圆满无上菩提的一种这样的这个发心。正因为是它是获得佛果的这个唯一的因，所以呢，他的功德是跟前面所讲的那样，一般来讲就是无量无边的，就这一点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无量无边的。而且呢，他在这个最后获得佛果呢，就是不用说的。那么暂时在我们轮回，就是生死轮回当中的时候呢，也产生极大的这个果报。什么样的果报呢？比如说你在这个专在天界当中的时候，就
梵天呐、帝释天呐、等等，就是具有威望名声的这些天王。然后你转在人间的时候呢，就是转成这个转轮王啊，或者是一些大施主啊、大乘长者啊等等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实践当中也是有一些这个王冠驾参的啊，或者是这个地位显赫的一些这个企业家，就实践的一些名人的话，实际上也是我们实践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过吧。当他还没有解脱，在人间的时候呢，跟一般的人完全是不相同的。不管是从他的财力也好、实力也好、相貌端严各方面来讲，具有一定的这个福德威望啊，就是这就是圆菩提心的果报啊，就是圆菩提心是有这样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圆菩提心呢，就是不像性菩提心那样这个相续增上福德。圆菩提心呢，就是跟性菩提心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下面所讲的那样的这个性菩提心，自从相续当中升起以后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功德呢，刹那刹那的这个增长，不断的这个就是向就是向上那个就是也就是说是增长，就是有这么样的这个功德。可是这个圆菩提心呢，虽然是有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呢没有这个像这个性菩提心那样，就是它的增长力特别高。就是那么有些人可能这样这个提问题，如果圆菩提心的这个发心呢，功德那么功德不像这个性菩提心那样，就是不间断的，或者是刹那刹那的这个增长的话呢，那是不是刚才前面就是所讲的这个八教树那样，就是功德一成熟以后就灭尽了，或者是一般的这种这个树一样的，就它的这个功德成熟一次以后就耗尽了，会不会这样呢？并不是这样的，这个之间呢有一定的差别。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圆菩提心呢，实际上跟前面的这个如意树一模一样的，就是它有不断的这个功德，但是跟性菩提心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它的增长率并不能那么高。就像是我们这个银行里面存着，你定期存着一个钱的话呢，虽然这个呢就是没有这个去之前，就是这个时间没有到之前呢，就是一直用之不尽，就是一直放在这里，就像一样的，我们这个圆菩提心一摄持以后的话，这个功德呢来至佛国之间的话呢，就是永世用之不尽，就是一直保留着的。但是跟性菩提心那样的，就不管是你在睡眠的时候也好，昏厥的时候也好，散乱的时候也好，任何一个时候呢，就是它的功德越来越这个增上啊，越来越就是膨胀啊，这种情况是没有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可能是有些讲义里面是不是很明显的，就是希望大家呢要可能这个思考一下啊，就是思考一下。然后再说呢这个圆菩提心呢，实际上是在这个交往经呢，就是交往经当中呢，就是圆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当时释迦牟尼佛呢，就是给这个国王这样这个教诫的，就是说是你所谓的这个国王呢这个事情也是非常多，然后工作也是繁忙的，白天晚上一直这样连续不断的事件当中，以这个不是波罗蜜珠一直到这个智慧波罗蜜多之间的所有的这些菩萨完心呢，你是不能这个心持的啊，就是你是不能这样心持的。但你如果能心持，就是愿一切众生获得圆满菩提果的这种向往、愿望、信心。这个当时交往经当中呢，佛陀给国王这样说的，你这个工作很繁忙的，那么就是这个事情也如实多，就白天晚上一直在这个不断的时间当中，从不是波罗蜜多到自己智慧波罗蜜多之间的六道完行是不能行持的。你如果能行持，愿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的这种这个意乐啊、法性啊、向往啊、信心啊具有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在这个不断是你在这个睡眠的时候也好，或者心主坐散乱的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的菩提心的功德呢就是越来越增长。所以在交往经当中呢，特意的宣讲了菩提心这个圆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啊，就圆菩提心的。从这个教证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的这个圆菩提心呢，应该说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如意树那样的这个功德，妙宝瓶那样的这个功德，这样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决定会是有的。同时呢，
像我们的《华严经》当中呢，也下面有这样的这个记载啊，《华严经》当中云：“三难者，比如金刚宝，纵然毁损，也胜过所有的上等净物。”这个以前呢，就是所有的这个珍宝当中的有一个叫做是金刚宝。那么金刚宝呢，就是现在有些论师认为是这是金刚钻石。不管怎么样，金刚钻石呢，也实际上是它的价值极为昂贵。那么这个所谓的金刚宝呢，就是即使就是依靠其他的一些这个外缘呢，就是已经这个损害了啊，就是已经这个把它破坏了。破坏完了以后呢，它的这种因为质量就是相当好的，就是完全就是胜过所有的这个金子做的什么二环啊，什么这样那样的这个这个金子的这个装饰品啊，就是就完全的已经胜过了这个金子所做的这种饰品。而且也不是会金刚宝的这种名称，就是人们呢也叫做是金刚宝，就像有些珊瑚的话呢，就是还是很值钱的。一般来讲就是这个珊瑚的这种粘着啊，就坏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它可以谦让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功德就装饰品啊，就是这也是可以的。就像金刚宝的价值呢，就是也是如此这样的。三难子通理，那么发菩提心之金刚宝，纵然离开净坟，也胜过一切身为缘觉功德之净者。那么这里说就很明确的说了，说是这个发菩提心呢，就是相当于是金刚宝一样的。那么虽然已经离开了净坟，离开净坟是指的是心菩提心啊，就是心菩提心的这个行为呢，就是现在还没有。我已经发了愿，就是发了愿，但是心菩提心呢还没有设置，就是真正的心为上的清净呢是没有的。但呢，也应该胜过了一切声闻缘觉的这个功德。声闻缘觉的这种功德，虽然声闻缘觉也有很大的这种任务啊、法务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功德，但真正度化众生方面的话，它有一定的这个欠缺啊。因此呢，这种智慧或这种这个利他的心呢，就是完全的已经胜过呢声闻缘觉的这种金子的这个饰品。你们以后呢不要这个解释为啥啊，就是他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已经胜过呢就是声闻阿罗汉在身上戴的这个金子的装饰品，然后缘觉身上戴的这个金子的饰品，不要这样来解释啊，就是他真的是完全是一种比喻，就是他指的是功德，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金刚宝的菩提心的名称呢，就是完全的已经压服，就是这些这个声闻缘觉的功德的意思啊，就是用金子的和金刚宝的比喻来这样宣说。也不是会菩提心之名，福能前出轮回之一切贫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也可以看得出来，原菩提心呢能前出轮回的这个根本，轮回当中的各种贫困，精神的贫困啊，物质的贫困啊，然后我们也就是说轮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无门啊、无明啊，就是全部都就是前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它并不是像心菩提心那样经年不断就是产生福德，就是这是已经讲了这个原菩提心的单独的功德。下面我们讲那个心菩提心的功德啊。何时未睹尽无边与众有情，你只不退转数次次行性，即此必是其总名或是放也。福德相许甚，良度当虚空。他这个颂词当中呢已经讲了刚才这个原菩提心呢虽然功德很大，但是跟其他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就是确实心菩提心的功德大。什么时候我们的相续当中升起呢，我要度化天边无界的一切众生啊，就这样的这种这个发愿，就是发愿。那么这种发愿呢，逆止不退啊，就是逆止不退是有些著述里面说，这个即使遇到生命危险的话呢，就是我不会退转啊。就所谓的心菩提心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刚才说的你用行为来设置，一种呢在原菩提心是这时发愿，我要度化一切众生，就是也就是说是大概的一种发愿吧，就是大概的一种发愿。到了心菩提心的时候呢，你再三的思维，也就是说你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话呢，我的这个信心是不会退转的啊，就是哪怕是我的这个身体怎么样，就是粉身碎骨也好，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是说君子一言就是
快马一鞭吧，就是，司马南最也说快马一鞭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个自己所说的预言的话呢，永远也不会变的，就是不会今天我发了这种誓言，明天呢就是应该什么就是这个中间呢就是出尔反尔，就是犹不想退啊，就是不应该这样的，在自己心里面。真正是说了一句话，从此以后就是在根本不会这个就是退回啊，就是不会退回这样的这个离之不退的这种心，要树持这样的菩提心。从那个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我们的相续当中已经升起这样的心？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当然，你在这个心持三法的过程当中，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就这是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即使你的这个行为呢，就是有点这个散乱，或者你在这个晚上呢，就是睡眠的过程当中也好，或者说是你那个在防疫啊，就是在你那个行为呢，并没有如理如法的住着，就是外面什么唱歌啊、跳舞啊，在这种过程当中也好，还在一些这个昏厥的过程当中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出于是这个心啊、住啊、物啊，就是就平时的威仪啊，在这些当中呢，你的这个功德、你的这种福德，就愿一切众生的这种福德呢，它的相续是永远也是不会耗尽的，而且呢，一刹那刹那的就开始这个振动，它的。量就完全就成了无边无际的虚空一样，就是这样的这个广大啊，所以呢，我们相续当中呢，大家也应该这个心菩提心的这种这个发心呢，就是相当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神奇的话呢，的确是我们今天做一个善事就是一个善事，那么这个用完了以后呢，就是再没有了。就再没有了。如果我们真正是以这个菩提心来设置的话呢，那么就是它的功德是相当大的。以前上师如意宝的是这样讲过啊，说是这个心菩提心呢比如说你的相续当中已经这个死也不会退转的这个心菩提心设置，然而以这个基础上呢，你念一个观音心咒嗡嘛呢叭咪吽，就是你念一遍，那么念一遍的这个功德呢，到你成佛之前的话呢，就是一直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如果你这个菩提心呢没有设置，你念了多少的咒语，做了多少个善事，然后发了什么样的这个布施啊，这样那样的心的话，实际上呢，这个功德就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有限度的用完的。所以平时呢，我们在这个行为当中呢，就是应该是自己观察自己的这种这个心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可能就是自己发心是到底。怎么样的？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产生过这样的发愿没有？就是你发过真正的这样的愿没有？这方面就是必须要自己观察，诸事当中这样的，从什么时候为呢？是无边无际的所有众生，从业火之束缚与轮回的牢狱中解脱出来。你的什么时候你的相续当中升起呢？我从现在开始度化这个所有的这些轮回众生，当轮回的这些可怜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没有空之前啊，就是生死轮回这个轮回没有空之前，怀着义无反顾的利他的心，真实数字信菩提心，自此以后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如果没有释怀这一圆菩提心、信菩提心，那么即使便处于睡眠状态，或者是你喝酒啊、陶醉啊，或者是吃了安眠药等等，这个时候你动都动不了，但是呢，实际上你的相续当中的功德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增长，一直在增长。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真的那个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就像你已经这个坐了这个车一样的，就是坐了这个货车这个卧铺的话呢，你就这样这个睡着，实际上你不用这个。起步就是就自然而然，就是你从这个成都到北京呢，就是很快就做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发菩提心，没有上这个列车的话呢，你这个你做多少步呢，就是算这么一个路程，就是。所以我们行此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以这个菩提心来设置，这个重要性一定要清楚。没有清楚的话呢，我想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当中有些人呢。特别这个做苦行呢，就是有时候他们的这个苦行的精神呢，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值得佩服，值得赞叹。比如说从这个康巴地区呢，就是一直磕大头，就是前往这个拉萨，就是几千个公里啊，这样的。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这个有些磕大头呢，从心理上讲，这个苦行就是相当大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呢，就是没有菩提心。
从我们这里一直到拉萨就是三步一拜，就是需要可能一年左右的时间。一个人呢，就具有这个菩提心，具有菩提心，就是以菩提心来设置，就是然后在这里呢，就是刻一天的这个长途。那么这两个功德，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哪一个人的功德大呢？应该说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依靠这个方便方法来这个修持的功德很大。所以我们修行呢，也需要智慧，没有这种智慧的话呢，确实。修行起来也是很困难的。比如说像寒川佛教当中呢，我想这个有些修行人呢也非常的苦心，也很静静的，早上四点多的时候呢就要开始起来念佛，一直念到晚上八九点钟，就是一直这样，一直不断的在这样念。但是你相续当中有没有以菩提心来设置？没有菩提心来设置的话，那个功德是大的，大家也非常清楚。因此呢，我们以后心主做我，做任何一个善事呢，首先是以这个菩提心来设置。然后有菩提心来设置的时候呢，那么刚才在论点里面所讲的那样，什么时候你的相续当中升起呢？我从此以后再也不度众生，我再也不发心。如果没有产生这样的一种恶念之前呢，你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一直都在这个正上啊，一直都在正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就是看清楚，就是什么是这个功德是最大的，就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他这里也是说了，就是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即使他在这个处于一种昏厥或者陶醉当中的话，那么这个其天红火也会相续不断，屡屡这个产生，就是他这样的这个广大无边的功德的话呢，在他的相续当中的不断的这个产生，就是不断的这个产生。而且具有这样的菩提心的人来讲呢，这个即使你造这个表面上看来造一些恶业的话呢，实际上也变成了积累资粮的因。无垢光尊者呢，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专门用我们以前学过的是大明三教方便经里面的一些供案呢，就是降在这个地方。这个供案当中，首先是那个这个大悲上主，就是大悲上主呢，就是当时以发悲心，然后他就杀了这个短毛黑人啊，就是短毛黑人。从表面上看呢，有一位这个菩萨，一位上主呢，就是杀了一个人，那应该就是施毁自己的菩萨戒，但实际上呢，他因为就是出自这个特别清净的发心，是利他的一种发心，因此呢，他已经圆满了这个四万这个戒的资粮啊，就四万戒的资粮。还有那个新宿婆罗门呢，就是也是对这个什么这个商主之女，就是做了这个不净心，就是也后来呢，就是已经圆满了就二万这个戒的资粮，二万戒的资粮。从表面上看呢，这两个的一个是杀人，一个是不净心，应该是有过失的。但实际上呢，具有菩提心的人的相续当中呢，就是即使造一些表面上看呢就是不如法的行为呢，也反而变成这个功德。当然这种境界呢，应该说可能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呢，以这个利他的心作为借口，做各种各样的一些非法的行为呢，恐怕是不如法的。就是他这里呢，也并不是意思说让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整天都是睡懒觉，整天都是在昏迷状态，整天都是就是不起床，一直在难度当中的话呢，你的功德呢一直不断的在增长。就是有些人呢，认为是啊，我现在已经发了菩提心了，菩提心呢没有失坏，让我现在已经变成了富贵了，就是我钱存在已经银行里面了，光是靠利息，我能这个获得到这个是多少多少年呢？就是有一个富翁，就是他说是我现在呢，就是我把钱全部存在银行里面，就是我光是吃利息也是我这一辈子够啊，就是对我说很多很多的大话。所以我们有些修行人呢，也可能会这样想啊，我现在只是发了菩提心呢，从此以后呢，就不用什么心思啊，也不用背诵啊，也不用看书啊，让我天天睡觉就可以。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真的有了菩提心的话倒是可以，但有时候呢也很难说。真正的一些大成就者呢，应该是有这种功德。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的，有时候呢，我们就是有时候出去的时候，就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就是他老人家这个
个有时候睡着啊，就这个时候呢，我们旁边呢就真的心里面就是产生一种就是信心，就是心啊，跟我们就是完全是不同的。上师虽然现在已经睡着，但是呢，实际上他老人家的这个相续的这种功德呢，就是一直会是增长的。因为像他老人家那样的话呢，就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人认为就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怀疑，就是不是菩萨，就是不会有菩提心呢，不会这样想的。所以说呢，真正的一些菩萨的话呢，那么就是不一定是他整天的是这个坐禅啊、念佛啊，就是或者看书啊，也不一定。即使他在这个现象上呢，就是在外面就是整天这个游山玩水啊，或者是整天的是就是看一些真正大成就者啊，就一切有些的话呢，从表面上看到好像不信持善法，但实际上呢，就是他的菩提心一直不断的增长，这种现象也是有的。但不管怎么样，这种修行呢，就是看这个自己应该是明白啊，就是若人饮水，宁愿自知，就是自己应该看你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发了这个愿没有？你发的这个时候呢，你看遇到一些违愿的时候，你会不会退转？如果根本不会退转这样的一个心呢，在你相续当中的话呢，那么从此以后真的我们的这个功德是越来越增长的。如果没有这颗菩提心来摄持的话呢，表面上看呢，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实际上就是功德不是特别的大。因此呢，我这次呢也是在争这个机会，希望大家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以菩提心来摄持，就是这个是我再三的这个祈祷大家，也是这个就是劝勉大家呢，就是这个菩提心是非常重要。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么好的这个佛法呢，就是介绍给很多佛教徒和非佛教徒？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很多佛教徒呢，真正这个菩提心，这个相续当中有菩提心的人呢，不一定是非常多啊。就是我前面所讲的那样，大多数的佛教徒就是求一些人天福报而已的，所以这些人的这个方向呢，就是能不能转变过来，就是这是我们，每个人呢，就是应该自己要想的事情。还有一种事情呢，就是有些没有信佛教的这些人呢，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能不能就是让他们就是归入佛教？这些众生是非常可怜的，不要说圣意地的空行呢，连世俗地的基本的这个前世后世啊、业因果、菩提心的功德这些都不懂，每天都是为了钱呢、为了生活、为了工作而奔波，而这个荒废自己的宝贵的人生。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大家在这个如菩萨这个心轮学习的大概一年也好，就是一年半也好，或者是八九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每一个人呢，就是这个让他这个学佛，就是拉入一个就是我们进来，就是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菩提协会呢需要很多人，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这个如果相续当中没有菩提心的话呢，就是哪怕是有这个几个人也是没有什么也。如果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的话呢，就十几个人也是足够了。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什么团体当中人越来越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呢，我们靠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位置上，哪怕你在这个相相息息的一些生活当中，你遇到的时候，你把这个佛法的精神就是给别人讲，让别人呢就是通达这个佛法的教义的话呢，真正是度化众生。所以我们现在呢应该发了这个菩提心，发了这个菩提心的话，你光是这个我现在已经发愿度化无量的众生，那到时候或者是我长大以后什么什么，就不用这么想。现在也是我们大的真正的所有的众生就是全部要度化，这样的能力都是没有的。但是我顺便在身边呢，就是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啊，在这些人面前呢，我就讲了佛法的功德，讲了大乘菩提心的功德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些人呢，就是会这个发心的。其实你没有发心的话呢，第一次失败、二次失败也不要紧的，这不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大失败，这是正常现象。凡夫这些人呢，他无始以来的是对自己的这种迷乱的这个执着相当这个重视的，所以说，即使他不承认，即使他反对的话呢，对我们来讲是也没有什么可奢望的。因此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身边的人呢，就是能不能就是起一点作用，就是让他们呢就是逐渐的这个学习佛法，在他们的相续当中呢，真正升起一种利他的心。这样的利他的心呢，我前两天也讲了，就是对家庭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对社会来讲也很重要的，对国家来讲也是非常的这个珍贵啊。如果我们发利他的心越来越多的话呢，整个实践当中的就各种就饥荒啊，就战争啊，灾难啊，这些逐渐的会这个消失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呢，就是有爱心、有慈悲心、有无私的，就是奉献一切的这种这个信念啊，这样的这种心态呢，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有多少个人呢？有多少个人，大家也应该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就是从实践法的角度来讲呢，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弘扬佛法的一个大的贡献。那么下面，就是再讲一下这个一个颂词啊，这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心菩提心的功德啊。就下面呢，心菩提心和愿菩提心具有如实的功德，合不合理呢？就非常合理的，通过校正的这个校正来证明合理，和通过理证来这个宣说合理，有两个问题。首先是以校正之合理行，唯心孝诚者，妙比亲闻，妙比闻经种，如来自宣说其以记以迷。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虽然菩提心呢，就是说是有如是的这个功德，但是这个功德呢，到底合不合理？怎么会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尤其产生这样的坏理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下面就是可以这样说：一个产生这种坏理的人呢，就是对佛教不了解的、不信佛教的人也有；然后对即使佛教已经了解了，就像小乘新人那样的，对佛陀的这种这个苦漫长的世间的苦什么这个苦行啊，还有一些不是自己的这个妻子、儿女啊、土母老孙啊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男性。心能性的一些这个精神呢，就是无法接受啊，无法这个看人的这么有一些这个孝诚心人，那么这些人认为是所谓的这个菩提心是有如实的功德呢，到底活不活啊？就是有这种疑问。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回答的，佛陀呢，大慈大悲的佛陀当时是为了这个信仰孝诚的。就是孝称道的，就是自我解脱的，像这样的一些新人面前呢，就是在《妙比亲闻经》当中专门这个宣说了菩提心的这个无量的功德。那么这些无量的功德呢，也是完全是合理的，就像龙门菩萨所讲的那样，就是众生呢就是无边无际，我们愿无边无际的众生而这个发这样的愿呢，实际上功德也是无边无际的，这是极为合理的，就龙门菩萨就是所讲的一样。那么他这里呢也是已经宣说了，这是非常这个合理。堪布根和在他的如菩萨行论讲义当中呢，也讲了就是四种不可思议的道理来进行这个宣说是合理的。他的这个所愿的众生呢，就是无边无际的，能牵出的痛苦也是无边无际的，然后所得的佛果的功德啊，就是所得佛果的功德呢，也是无边无际的，经果的事实也是无边无际啊，就是通过这四种无边无际呢，也合理的成理。成理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菩提心的功德也是有如是无边啊，就是如是无边无际是极为合理的。心菩提心，他这里心菩提心能产生总统福德这一点具有合理性，确凿可靠的依据是《妙比亲闻经》，所以我们呢，这个这次如菩萨行论是按照五祖菩萨来讲的话呢，确实是很好的。为什么呢？他引用的全部是大乘经典，我们这个不管是哪一个教派呢，就非常能接受的，承认的这些教证。因此，很多人呢可能会想，印度基天论师所造的这个如菩萨行论呢，虽然是他的这个利益是很好的，但是到底他所讲的每一句会不会在佛经当中照得出来？他的一句会不会照得出来？还是他自己随便像那样这个造的？所以如果有这种疑问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讲义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全部引用了一些大乘的这个经典来进行这个说明啊，就进行说明。
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妙笔清文经当中呢，就是这个妙笔清文经呢可能有这个几种版本，就是所以很多藏传佛教的讲义里面引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有些这个文字呢就是都不太这个相通的啊，就不太相通的。为呢行解消尘之所有众生屈辱大乘，就是所有之指的是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意思。那么为呢就是让这些消尘，消尘根解，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消尘呢不要认为是啊这个消尘我是大乘，这个很了不起啊。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呢也不能对消尘特别的这个孝感。为什么呢？消尘呢实际上已经通达了这个人我的这种境界，阿罗汉的这个境界很高的，然后他们通达无我的话呢，他的这个智慧呢肯定是超过我们的，然后他们呢就是对众生肯定有一定的背信，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想说这个孝乘逆这个孝乘根基，有些是这样认为的，逆这个孝乘根基，但实际上呢这个孝乘根基当中也是真的，如果阿罗汉跟我们凡夫人相比较起来的话，那肯定我们的这个背信也好，智慧也好，从哪方面的是不如我们现在相续当中是连这个处理型的可能是没有的。今天我碰到一个喇嘛，就是他说哎，现在我们这个学员是特别舒服啊，这个春暖花开多么舒服啊。我说你不要太特别的这样说，不是你的相续当中不处理心一点也是不能升起来。他说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是这个轮回是多么快乐多么舒服啊，这样的话你怎么想处理就是获得解脱要超离这个轮回呢？也是开玩笑，但实际上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认为是啊这个消尘根基的很可怜的众生，佛陀跟我们的观点一样的，也不能这么想。我们有时候呢也是很可怜的，我们对这个佛教的真正的教义呢经常生不起信心，然后自己的这种我执啊法执啊这些呢就是特别的这种强烈啊，就所以说呢佛陀呢实际上是对消尘根基呢就是也是一部分。那么这里啊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消尘心人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对佛教不太明白的这些人屈辱大乘，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是这样说的，舍辱我为众生逆乐无边而这个披上盔甲，则逆乐一切有情之所愿无边，三根也无边故，即使防以睡眠，然也注意心之灭刹那，三根也增长强盛圆满。这个教证里面讲的特别细致，意思就是说这个众生呢就是无边无际的，让众生获得的这个所愿的对境呢无边无际的，我们这个发菩提心披上这个信心的这种盔甲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所愿众生是无边，所得的功德也是无边，然后我们所回向的三根呢也是无边的，让众生所得的快乐也是无边的。所以刚才在这里呢也是有几种无边，那么以这样的这个无边结合起来的话呢这个菩提心的无边的功德呢也是成立的。那么这样呢即使你在这个睡眠的状态当中呢就是菩提心，只要这个心菩提心你的相续当中已经产生，然后呢就一直没有退转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是一直在这个增长啊，就一直增长。所以平时我们这个观察自己的相续这次呢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真的有没有这个菩提心，当然每天都是不一定要像我今天就是犯了一个事情今天没有啊今天有啊，不用怎么想。首先最关键的问题你先发誓言，然后发了誓言以后呢从此以后不要这个出现违品，就这是我们以前一再的这个说过。然后呢我们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大家也应该注意，比如说我们这个早上要求大家这个供修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心里面想我是已经发菩提心的人了，不发菩提心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我从现在到来至佛国之间我是要利益众生，我是发过这个事发过这个愿，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应该一步一步的做啊，就是前力之行就是施与助下，我应该这样想，我现在从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的做的话呢，那么我今天的这个事实当中呢，我不会就不应该就是害众生，那就每天早上的时候应该这样想一想。
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一天当中，不管是你借助什么人，你这个遇到什么样的委员呢，你就心里面想，哎，早上我已经发过愿了，就是我今天呢就是尽量的这个忍辱，今天呢我一定要这个心持善法来这个设施。如果我们每天都是由这种方式来约束自己，这种方式来对治自己的烦恼的话，那么应该会这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增上的啊。所以呢，我们作为凡夫人呢，经常要提醒自己，这个是相当的重要啊。就不管是你坐路也好，吃饭也好，平时自己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一定要提醒自己，我跟其他人不同的，我是发菩提心的人哦。我在诸佛菩萨面前，所有的上师面前，我已经这个发了菩提心的。就是自己对自己应该就是这样想，就像我们一个出家人的话呢，我们就是啊，我是出家人，我不应该这样做。你看在家人呢，就是他这个杀生啊，就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无恶不作的一些现象啊，我毕竟是个出家人，我不能做这样做。自己对自己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控制，就是有一种遥控器啊，有一种遥控器。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发了这个大乘菩提心的话呢，那么你是出于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你始终都是有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提醒自己，这个是千万不能这个忘记。如果你这样，比如说你坐在城市里面就是一个在家人，但是你的相续当中呢，真的有了这个菩提心。那么一个寺院当中的这个出家人呢，他的相续当中没有处理什么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那么他们两个心持的三法的谁的功德大呢？我认为呢，就是应该在家人这个心持的功德很大。虽然那个出家人呢，在寺院当中成天的是念佛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这种外面的这种无语呢，就是断除。但是新的相续当中呢，并没有这个升起菩提心，都是为了自己这个获得解脱，或者为了自己混日子。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在家人呢，就是他平时这个什么念佛的时间也没有，然后做这个功德的这种条件也是没有的，但是他有一颗善良的菩提心，依靠这个善良的菩提心，他的相续当中的所有的功德都是这个正上的。哪怕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念唵嘛呢叭咪吽或者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功德呢，你在整个一天当中呢，你不做什么任何善事的话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增长，一直不断来至佛果之前一直在增长。如果刚才这个出家人呢，在寺院里面就是每天都是念阿弥陀佛，但是你念完呢，就是功德就没有这个增长。所以这个问题呢，希望大家，我并不是说是出家的功德不大，当然这个出家的功德是相当大的，这个我看我们每一个人会明白的。但是这个发心的功德呢，就是也是并不是以这个心想来分的，每一个人以自己的这个心态来这个分的。所以呢，时时刻刻的是能不能督促自己，能不能就是要求自己，我就是发菩提心，跟这个任何人这个接触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对待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自己对自己有个约束的话呢，那么你不是牦牛，你就是这个应该是人，所以你的行为肯定会有这个改变的。如果有了改变的话，那这就是菩萨的行为。好，今天讲到这里。